是2023年的新年礼物。我们去看看新年礼物了没有？来哟，新年礼物，那是真空袋。对头，那就真空机。妈呀，这是第二个真空机。什么？真空机啊？这个还有超级鞋噻。都差不多，那个真空机都已经烂了哟，不得行了。是一样的啊。是一样的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那个有什么？是啊。那个浴室我那个多卖点东西哦哈。那些妹儿，鸡鸭鹅，多买点那些农村的那些土货，粮食土货，正儿八经的。你还是有功劳，真空机都用了一个了。我现在我应该不用看说明书，我感觉那个是要比之前那个要稍微上点点高级些哦。资格些。那个就是无锡的老鸭子，老鸭子，那些那些，一般之前那些朋友在我那里买那些老鸭子，3年、4年、5年、6年的哈，都是拿起来炖些虫草吧，一些补品那些，很老鸭子那些炖那些东西是很好的。还是说跟你们说，带过来很久的土鸡哈，就是有些人还没分清楚，有确实他们也那个很正常。鸡是分两种，现在那个鸡统称为哪一鸡？粮食鸡，就是土鸡。但是啊，土鸡啊又分为两种，一个就是像那种，它喂个几年长不大，那都是小土鸡长不大的。这个可能杀了过后，没杀之前可能还好见，有个4斤左右。还有那种就是肉鸡，有个7、8斤。我主要是在的都是那种肉鸡，7、8斤、6、7斤。只要是喂的粮食长大的，其实粮食长大它的鸡，它都是好鸡。对头，我带过两个久的鸡，那些都说。虽然是大是大，但是都是好鸡。说那个，你说它只要是喂的粮食的，你管是肉鸡也好，还是那种长不大的小土鸡哈，都没关系，都是好鸡，只要是喂的粮食。你看那些鸡，都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的粮食鸡，只要是喂的粮食长大的都是好鸡，那些都是公鸡。你看那个肉质嘛，那是老鸭子6、7年的，好紧嘛。所以在三亚儿代购的东西，请大家放心。弄一个，我在想个卤肉，不是怕搞错。这个搞错了，好，把放给你哈。那是6.29斤。嗯。看那个鸡好资格嘛，虽然是肥是肥了一点哈，但是那个确实是吃粮食嘛的，那个都没事。就跟别个一样，活生生。那跟你们说一下，就是那个油哈，晓不得哪些那个哪。东西炸油，炒点青菜那些，给娃儿吃，还有弄那个蒸蛋那些哈，弄那个鸡油是最好的，最好的。炒青，两碗香面。说的是那个干净，反正到时候你们拿到过还是过也要过清洗一下的最好的。哎，清洗漂一下。然后你都是反正都是那鸡肉串，还都是一个鸡心子。鸡心，哎，那个菌包是个啥？还有菌包。你是吗？然后鸡肝那些啊，鸡肠那些都没给，因为里头那些不那个。放在里头放久了不好，那个东西要融。好，那个都是你们那些要的那个拿起来泡水喝的，那个皮皮，筋筋。鸡绿筋。对，鸡绿筋，那个是个药材。哎，是啊，鸡绿筋。嗯。好，那个到时候你们收集起，到时候给每个人送人。叫他就莫做那个大口袋呀，到现在。啊，都是那个的嘛。哎呀，做那个的。箱子不止贵价，那个先装的啦。那个鸡小大点的都装内哈，听到不？是什么？嗯，我们把那个美食那个金属吃了秤，吃了它的脚高头的一根线，是那个线，所以说我们都晓得好重的。我们那东西都是那么老重，不按斤重。这种都是一些城里头，一些超市里头，我们是个毛种，农村的东西是个毛种。
反正没一下。那天再热的时候哈，那天再热的时候40度的时候，反正是今天收了，昨天收了或者今天收了，然后是把那个清洗了、杀了、杀干净了，然后是闷。然后那个小鱼把它放冰箱，放冰箱这几天都可以吃出去了。然后放冰箱，这几天都可以吃出去了。